佢哋呢啲違法其實，如果你即係作為居民，你有咩覺得應該點樣呢其實？違法梗唔好啦，係嘛？我哋起碼七七入入都，如果唔違法，七七入入都方便啲啦。即係你住咗大概幾耐度嘅？我啊，係啊係啊，都卅年啦。卅年，咁坦你話經常係咁啦，即係呢個情況其實有幾耐咧？呢、這個情況啊，廿零卅年得。有冇話投訴啊？或者可能有啲人有人投訴嗰陣時，有人投訴，但係即係管理公司或者房署嗰邊就冇做任何嘅嘢嘅。啊！咁如果有啲車違泊阻到你哋，要逼你行出行人路，你會覺得有咩？即係覺得點咧？其實即係可能管理公司又唔係話好做到嘢，或者房署又冇做到嘢。咁啊，最好大家都即係為啲。做啲居民着想啊，拍好啲車，好啊，唔該曬。